现在是12月14号，今天来池上的大坡池了。大坡池，好，要记住这个地名。好，大坡池哦，哇，现在人在干嘛？我这边大坡池的下面的桥上，桥的感觉如何啊？很多人骑小踏车，这个桥上很特别哦，还有椅子，可还有椅子可以坐吧？怕是什么？这是隔开的。隔开的吗？我不相信，这给人家做的。这边很美吗？我们赶时间，所以不去走这些步道了。哇，远山湾去可以走一两个小时吧，哈。可以哦，可以哦。有人已经走，快要回来了，好吧？我们就要离开喽，拜拜。